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陈套信。说明书一份，五号电池一对儿，一个仪器包，还有一个挂绳及一个钥匙啊，还以及我们的主机一台。仪器我们这一块是我们仪器的一个 LCD 显示屏，用来显示测量的一些信息，是一个电源开关键，这个是一个测量机种键。我们这块这是我们的一个测量按键，同样我们侧边有个侧面测量键，同它功能是一样的，是我们一个删除键或者一个菜单返回键。 FNC 是一个功能键，这最大最小值，这是一个分段测量。好，这是我们一个墙面积，这是一个多弧定律、三角定律，还有我们这儿有个加减，这是我们一个辅助设置。比如，好，我们这有个水平校正仪，水平机种，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绿色的小圆点，这是一个垂直机种，就是我们这个小孔是我们的一个激光出射孔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激光测距仪的一个传感器的射出镜啊。下面我们这是一个三脚架一个螺孔，以及我们电池及电池盖这一块啊。好，我们下面来把它装好电池以后做一个使用和说明。好，我们来装上电池盖，用钥匙来锁紧固定，按一下开关键，仪器开机。好，我们要测量的时候，根据我们水平炮来调整我们的角度以后，按测量键，它有个激光射出，会指示我们到底测的是哪个部分的距离，哪一点的距离。好，我们对位对好以后，再次按测量键，其激光束关闭，然后屏幕上将会显示出被测目标距离。然后我们的这个仪器的测量范围呢，是自0.05到200米的。再仪器一点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下去仔细的详读一下我们的说明书。